界像一个巨大的圆圈，穿越需要耗尽几次信念。你经过却未离开，像光圈我在你心中，希望是最美好的，所以，我选择放弃治疗，我会让自己死在大自然中。不要为我难过，我幸福的生活过。谢谢你在我生命中出现，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，让我纠缠你，让我不顾一切地爱上你，让我知道什么叫爱情。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我们结婚的场景，我穿着世界上最美的婚纱和你走进教堂，对神父说我愿意做你的新娘。可是现在我要带着遗憾离开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来世希望我能变成你喜欢的模样，像你爱艾米尔那样。看见了吗？爱我。你再打电话看看。还是不接电话。哎，看一下寒门资讯。走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查询一个叫胡娜的小姐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是不能透露的。谢谢。他们不能透露资讯，还是没接电话，怎么办？还是不知道吗？胡娜，喂，胡娜，你在哪呢？他晕倒了，现在在机场的医务室，你马上过来一下吧，现在情况很危险，您快点吧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怎么了？胡娜她晕倒了，在机场医务室里。你好，我问一下那个机场医务室在什么地方？啊，在那边。在那边是吗？对，谢谢啊，走，在那边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问一下胡娜在哪个房间？在旁边那个房间。这边是吧？哎，谢谢啊。胡娜，胡娜，胡娜，胡娜。爸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。你在怪我不顾一切地帮助何开心，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我这么爱他？我不可能看到他陷入困境而不管不顾。我卖掉家中房产，暗中帮助何开心，是我不对。你把我赶出家门，跟我断绝父女关系，已经是对我最轻的惩罚了。
他为我做了太多太多了，我却什么都没为他做过。你可以给他活下去的希望。 医生，胡娜怎么样了？啊，你们放心吧，病人的生命体征已经稳定了。放心啊，谢谢。伯母，伯父，娜娜。 娜娜，伯父伯母，这里面有胡娜想跟你们说的话，你们看一下吧。怎么会得淋巴癌呢？爸妈，对不起，欺骗了你们，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你们。 想到你们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痛苦，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痛。爸妈，我很爱你们，这辈子我不能在你们身边尽孝。 希望下辈子我可以继续做你们的女儿，到时候我再好好报答你们。其实我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我没能穿上洁白的婚纱，和开心走进教堂，举行属于我们的婚礼。 伯母想恳求你，伯母，伯母，你别这样，伯母，快起来！求你救救娜娜！伯母，有什么话起来说啊！您快起来！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了。求求你帮我完成娜娜的心愿吧，陪她走进婚姻的殿堂，你让她活下去，行行好吧。 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风吹荡着思念。 滚烫着双眼，想着你的温暖。我是心跳在加快，害怕就此告别。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我们结婚的场景，我穿着世界上最美的婚纱，和你走进教堂，对神父说，我愿意做你的新娘。 但是现在，我要带着遗憾离开了。
放下自独自守候不舍，却只好放你走。开心，我们分手吧。你去做一些你应该做的事情。玉丽，我们一定还会有更好的办法。开心，这个世界上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事情。答应我，好好照顾胡娜，啊，玉丽，我没事的，不要担心我。就算没有你，我米粒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。胡娜，这是来生吗？真的让我遇见你了。我们相遇了，你没逃走吗？我不逃走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睡好就好，休息一下。
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我们结婚的场景，我穿着世界上最美的婚纱和你走进教堂，对神父说我愿意做你的新娘。可是现在我要带着遗憾离开了。米莉，米莉，米莉，萧炎，你怎么突然跑来了？我来就是想问你，男人变心是不是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？来来，坐坐。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这样问我？方哥，他有多爱我，你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知道，所有的人都知道。可是，为什么他从见到张小琪的那一瞬间开始，我从他的眼睛里面看不到一丁点爱了？我想不明白，究竟是我错了，还是说他变心了？那，有些事情，想不明白的时候就不要想，干嘛去难为自己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人生当中，有些事情远比爱情重要。那还有什么事情更重要呢？梦想。梦想。我都已经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了。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。喏。我想办一场婚纱秀，把我所有的爱化成满满的幸福。空气还不错。嗯，你看那边。胡娜，你累不累？要不我送你回房间吧。怡坤，我听说胡娜跟开心后天要举行两个人的婚礼。是的，是胡娜的意思，她不希望任何人打搅他们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是该替胡娜开心，还是该替艾米尔难过。我现在更担心的是开心，她最近整个人一直状态都不好。我也担心艾米尔，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。Hello， 你们来啦！哇，这婚纱够漂亮的。当然漂亮了，这个是我特地为胡娜做的。米莉，开心跟胡娜在一起呢，是因为……你不用安慰我，没事的。我们已经去看过胡娜了，她现在真的挺可怜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落到这种下场。放心吧，我相信胡娜会越来越好的。对了，我的婚纱秀你要给我压轴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是不是真的挺漂亮的？我不吃了。要不然你睡会儿吧。我不睡，我怕我睡了再也醒不过来。娜娜。妈。伯母。你快看，艾米尔给你送来了一件婚纱。艾米尔。他人呢？他走了。快打开看看。
我帮你打开吧。嗯。老板，作为你首位顾客，我想让你帮我未来的妻子设计一套婚纱。可以啊，我的衣服很贵，先付定金。定金已付。我对你浓浓的爱融入到了我的设计里，看着我设计的婚纱穿在每个女人身上，我想她们也能感受到爱的力量。爱是成全，爱是付出，爱是飞蛾扑火。我的艾米尔，我虽然没有在你身边陪伴你，但是我的爱会陪伴你老去，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牵你手的眷恋，只能在黑夜里眷恋你的一颦一笑。爱是酸甜，也是苦涩。爱不是永久的陪伴，而是你心中有我，我心中永远有你。何开心，你愿意娶胡娜小姐为妻吗？无论他是贫穷还是富有，生病还是健康，始终忠于他，相亲相爱，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吗？我愿意。穿上还真挺美。胡娜，你愿意嫁给何凯欣先生吗？无论他是贫穷还是富有，生病还是健康，始终忠于他，相亲相爱，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吗？我不愿意。开心，
谢谢你实现我的愿望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现在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我知道，其实你爱的是艾米尔，好好爱他，就把我们的姻缘留到来生吧。我想办一场婚纱秀，把我所有的爱化成满满的幸福。一定要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！你说他能去哪儿呢？何必呢？艾米尔呢？他已经走了。是什么时候回来？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不是，那开心知道吗？那得跟他说一声啊。你不要再去打扰他了。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，我现在倒是挺羡慕胡娜的。我也想早点离开这个不靠谱的世界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痛苦的体验，什么狗屁婚姻，什么爱情，什么魔力婚纱，都是骗人的。快追呀！都在我控制中啊。胡娜，你千万别睡着了，胡娜，快了，胡娜，坚持住。胡娜，胡娜，跟我说话。胡娜，
我们在这里等你，你一定要把我送回回家。。我想通了，我跟你谈一辈子恋爱，只要那个人是我就好。胡娜，你看到海了吗？嗯，我看到了。可是，今天海的颜色为什么是黑色的？因为海面上现在有很多孩子，他知道了海原本的颜色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你，开心。开心，我带着和你最美丽的相遇走。从此，我将带着你的爱，踏上孤独的旅程。我会擦干眼泪，微笑着回忆我们的爱情，直到永远。胡娜，胡娜。我走了以后，不许你想起我，偶尔想起也不行。现在请所有的来宾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一对新人幸福入场。呼吸心跳的加快，害怕就此告别。老公，我觉得户外婚礼挺好的，我也要改户外婚礼。你都改了几回了？那我不管，我要什么样的你就得给我什么样的。行，只要你满意，咱们办什么样的都行啊。你们两个能不能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啊？凭什么呀？啊，不爱看就别看啊！羡慕嫉妒恨了吧？顺，我跟你说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这话得送给你吧。出门能不能别老戴这么夸张的墨镜啊？哎，人家现在是超模嘛，只要出现在两个人以上的地方呢，就得显示我的超级品味。你已经代表了我的品味，
你是超级暖男。喂，你俩能不能别让我吐啊？告诉你个止吐的方法吧。什么方法啊？世界著名婚纱设计师埃米尔小姐受设计大赛评委会邀请出任评委，这个消息够止吐吗？哟，她什么时候回国啊？今天。开心，哥们儿绝对陪你去机场死等他。全世界不停在闪烁希望的颜色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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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安妮小姐，请你回答我们，这次大赛要多久啊？安妮小姐，安妮小姐，让下吧，请你们都让下，让下。Where are you going? Hilton. Okay. 艾米尔小姐，艾米尔小姐，别走啊！你经过无缺，未离开，像光缠绕着未来，全世界呼吸的脉搏，潮起又潮落，每一次。我跟你讲，别回头，千万别回头啊！不是，你在看什么？别回头，别动！我别回头！喂，你给我下来！我不要！下来！不要！下来！不是。是我不好，下一次你要是再把我弄丢了，我一定还会回到这里。我爱米莉，我爱她。可那无意间的玩笑被你戳痛的一秒快疯掉，承认幼稚的可笑，遇到你结束难逃，已经不能再心跳，是我想到太美好，幸福却还炫耀，明明爱还装饰玩笑，疯狂爱上吧，已经买了，曾不敢说出的永远，现在我就兑现，无谓的荒唐，只为你爱过的疯
我就说东西是你偷的吧。承认幼稚的可笑，遇到你结束难逃，已经不能再心跳。是我想到太美好，心痛却还炫耀，明明爱还装饰玩笑。疯狂爱上吧，一起买了曾不敢说出的永远，现在我就兑现。无谓的荒唐，只为你爱过的疯狂，是爱上吧，是爱上吧，是爱上爱上你了。是爱上爱上你了。